比较大。两个五寸就1米99寸的大，五加五等于10，不是吗？九寸面积不一样。81，五寸的话是25×25，加起来的话是50，大概是要到4×5寸才会大于一个9寸的披萨。圆的面积是半径的平方吗？你会说我刚刚，我刚才说，我刚说五加五等于十，你是觉得我是白痴？接下来就打9折，九折。千送百的话，其实你花了1000块的钱买了1100块的商品，折扣其实是1/10，就1折左右。